我买书。要什么书？爱情小说。讲什么呢？讲一个女人一辈子喜欢一个男的，但是一辈子都没能得到。我不要这个，我要那种女主被男主甩了之后复仇的故事。再或者，男主不知道好好珍惜，女主找到了新的爱人，男主又悔又恨；再或者，女友失忆了，从此走上飞黄腾达、人生巅峰的故事，你这有吗？我找找。不要啊！没有的话，不如我自己写一本。你这么大一个书店，怎么会连一本这样的书都没有？而且这样的书，它写的是什么？你现在拿出来卖它这个，你就不应该让他在。你工作不要了。 ไอจีอีชื่อแปลกซีรีส์ปังวาไรตี้ดังได้ใจ